CYC Got Talent 经过了三场龙争虎斗的半决赛，从原本30组的参赛人马淘汰了18组，如今剩下12组实力非凡的参赛者进入到今晚的总决赛。在短短一个月内，参赛者被重组后，在舞台上使尽浑身解数。精湛的武艺，神奇的魔术表演，充满爆发力的演唱，紧张刺激的扯铃表演，他们要如何再次取得专业评审的青睐，为我们呈现更精彩的演出？而今晚的总冠军又将会花落谁家呢？